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鼻线频道。我们今天来介绍的是这个 3D 驾驶课 25.8 跟 25.9 更新，因为上次拖太久了，所以都已经更新到 25.9 都还没拍片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拍。那我们在片开始之前，请帮我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 OK， 那我们就正片开始。 OK， 那首先我们 25.8 更新的话，我们要先开到这个别墅这边。25.8更新是别墅的地方 ，OK。哎呦，那我们进去看看，究竟更新了什么东西。然后过了25.9之后，等一下再讲好了，等一下再跟你们讲。25.9的东西，它有一个又改回来了，有一个东西又改回来了。喂，怎么上不去？哎呦，刚才好像 bug。OK， 首先要更新的新装潢，有冰箱，有沙发，然后到了房间。那房间这边有电视。OK， 这边都是现有的嘛，然后这边还有一只小狗。OK， 再来新装潢，就是它多了一个新的床嘛。我们往楼下去看看。OK， 那25.8更新的就这个，然后对，就是这边有床，然后旁边就是这个电视了。那这就是25.8的更新，在我妈介绍25.9的更新。OK， 那 25.9的更新，那我们要先到那个。先到这个地方，先从学校开始。OK， 那前面会有一个隧道。OK， 前面有一个隧道，我们直接用飙车的好了。算了，还是等那个好了。还真的那么快。我们还是用飙车的。OK， 这边有一个隧道哦。大家要往左边了。这个隧道可以通往一个异世界。前面开始出现 bug。哦，这台车撞到了。前面这个有一个东西，所以如果你开。这边有一个东西，所以如果骑摩托车要非常小心，不然有一次我弟家就是骑摩托车，然后骑到整台车飞起来。OK， 那这是新城市哦，不过其实之前就存在这个城市了，但是后来到25.0又被那个消除掉了，然后现在回来了。这个城市我们去绕一圈看看。我们来绕一圈。然后这次很慢的。就是这边会就是一堆大楼，一堆建筑物，然后之后会到一座桥。在哪里？我现在地图上已经找到我了。现在地图上找到我了，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往哪里。变回早上了，是一个日夜循环的城市。这台车指标的只能到200，跟南跑千里完全不同。蓝宝石你可以飙300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好像蓝宝石你好像可以飙300。偏离了。这才221，这太慢了吧？
然后上不去了，二，那上不去了，这键都上不去了，23，上不去了，就23了，我们应该快绕一圈了吧，二，它是停在222的地方，其实这台车你看，这台车很慢欸，一停在222。那毛尖你好像可以飙到300多，这还是太嫩了。我绕那么久还没绕一圈呢，好了，还有最后还有一个更新。OK， 那最后呢就是。它路面改旗，它路面的材质又改回蓝蓝的了。既然是黑色嘛，它又改回蓝蓝的。如果看不出来的，可以跟那个上次25.7的更新来比对看看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它确实改了，它确实又把它改回来了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，那我们下一次再见，看看下一次26.0会不会又更新很快。